刘嘉玲演话剧，老公台下观赏；而开演唱会的孙燕姿也有老公纳迪姆在台下倾听。然而更幸运的是啊，孙燕姿还有歌神张学友助阵。张学友捧着蛋糕为演唱会前一天刚满36岁生日的燕姿庆生，弄得燕姿既惊喜又感动。我啦，其实我的歌迷也跟了我很多年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们的青春都有个声音，你是我青春的声音。有个全娱乐，你们仨都珍贵。香港报道。这是一个梦想闪耀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理想冷却的时代。我也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当下时尚年轻人不同价值观的写照，《小时代》，优酷独家自制大剧，7月10日即将上映。